嘿，阿文，你最近怎么啦？不开心要说啊，好让我开心一下。洋葱，我们下学期可能不能当同学了。不能当同学，什么意思？下礼拜就要期末考了，我很认真上课，却还是一窍不通。看来我真的不是读理科的料。都还没开始考，你说什么丧气话啊？没有用的，上学期我很认真读，都被二一了。这学期再被二一，我就得上成功岭了。阿文，要坚强啊，不然我也没空帮你啊。先去好好放松一下吧，无论结果怎么样，这个礼拜我们这群朋友会好好陪着你的。对啊，你一定要留下来，加油，好吗？你们。在这，洋葱，我是来跟你道谢的。我过了，你不用去当兵了。啊，太好了，恭喜你！谢谢你，有你们这群朋友真好。我们开学后再见，真的很谢谢你。洋葱，你难道那红杰呢？抱歉，阿文，以我看红杰期中考的成绩来看，本来就不可能救回来了，他已经先出发了。不过最后你有留下来，我也没有遗憾了。你们，原来我一直只想到我自己。再见了，阿文。洋葱，洋葱，答应我，明年我们还要再做同学，好吗？一言为定，阿文，下一次我挺你。好激烈的比赛啊！爬上来，阿文，到世界的顶端。